爸爸，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？从彰化来的。从彰化来，之前有插过秧吗？没有，都没有，第一次体验。所以今天带小朋友来。对，让他们体验一下。真的吗？妹妹，好玩吗？啊？你以前有下过田、插过秧吗？那你这样坐下来有什么感觉？脚拔不起来了。知道稻米是土南族主要的产业嘛？哈，那其实尤其是石龟日的地方，那我们就是发想一下，就是什么最喜欢吃稻米？就是一只那个蜜虫。那白烂猫如果它长出了触角之后，它会抱着一颗月光米来吃这个月光米。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点子，所以我把这个点子放成一种图样，把它放样在我们的稻田里面。这个总面积有2公顷，那用了1200遍的一些彩色秧苗。好，从8月17号就开始有系列的活动，所以欢迎大家搭着火车来石龟火车站下车。那这里最佳的观赏期是10月份，尤其是双十节，我们这里有连续4天的活动。